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。因应春节全年的需求，指挥中心启动春节期间疫情检疫专案，提供三态方案本民众来信。提醒无论是用哪种检疫方案，请确实按照点防疫规范，还够请配合相关体检措施。特别提醒县市加市，也是市加市方案建议，准都无卡检疫的期间，原则是以三人一户。检查康复院还有人强下血，强下血的人要完整做好预防沙慢湿性热，总不得同其他检疫的人强下了强下湿。每外只有指挥中心的防疫规定，按强下用心，照定检疫规范来守护台湾。